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 ，OK， 你们要做一个三阶段的测试，那每一个阶段会有十题 ，OK，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三十题里面呢，前两阶段你们会用平板做，那最后一个阶段呢，为考虑到某些同学的需要，我们会用纸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在做这个平板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就像如同上次给你们的测试一样，那下面呢都会有你们答完题目之后都会有给你们一些提示跟解说说明，那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去看看那个的提示跟解说说明，这有助于你们答后面的题目 ，OK。